猫癣症状。赵一强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内科专科医生。猫癣是猫咪最常见的皮肤病之一，幼猫最为常见，患部通常出现于面部、颈背部、四肢、尾巴等。常见的临床症状有以下几种：皮肤发红，毛发干燥，皮肤有一块一块掉毛，鬓角的部分分泌物较多，患部通常类似于圆形等，但是以上症状均名不具有特异性。皮肤病大部分的病变表现大致相同，确诊需要借助于实验室的检测，最常用的就是伍德氏灯和皮肤鸦片进行细胞学染色基检。猫癣主要是由于犬的小孢子菌引起的和马拉色菌引起的，在伍德氏灯下，皮肤患部会出现荧光绿的现象，细胞学染色可见小孢子菌即可以确诊。真菌感染治疗周期比较长，需要宠物主人特别耐心的接受治疗。